这个呢外套呢，你会发现它非常好看。来到日本啊，现在是七度，然后我觉得像穿这样的方式啊，你会发现到这件外套其实跟一般的外套不太一样。这里你看，超级全毛的，然后全毛你知道吗？它里面有一个很酷的设计，就是麂皮。你看，我超爱这种的，因为呢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它这里全部是接袖，然后呢，这里也是毛毛的，然后你看到这里哦，噔，你会发现到超级好的，而且啊，像之前这种外套啊，通常呢都是要在韩国才买得到，拉链呢？就是可以这样子拉上去，然后就这样，你会发现到，然后其实这也可以做立领，它这里的细节超多的，你会发现到，我整件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它这个外套我是特别挑最大号，你看，整件外套它后面也是毛呢的，这个超好看的，就是这个随便搭都好看，你只要穿一个简单的衣服啊，这样穿，然后这样搭着。翻到非常好看。